再用 TC 再续手控制，大牛魂色再续手控制，但是小鹿吃了这么多的控，他就是没死。再用无影拳继续踢，还没死。你发来了，晕住，拉住黑洞，这边攻势没走了，这个还是非常亮眼的。但是大牛这边也被找到，这个小鹿太嘲讽了，他就当着你三个人的面，虽然这个眼被反补了，有点亏啊，但是就当着你的三个人面把眼反了，然后一路跑走，又是憎恶给到小小，还有技能吗？来，小兵团最后一次一轮普攻，确实是这个胜率给的确实是没有任何问题啊，感觉皮哈里这边完全招架不住啊，所有人都在你脸上飞，所有人都在你脸上跳，最多给你杀个酱油。哎，是的，躲掉了，要走的东西有点多，躲不掉了。不过还是被拼到了，四五积分，四五积分。兽王大招好多小鹿，火芒飞魂过来之后还是能杀小鹿的，替刀赶上去。不想出高，看会不会又是这个小小啊？大牛魂彩再帮我定位，屠夫跳高，小小用山刀反投掷把屠夫丢到炼金脸上，屠夫只能出咬，咬落反炸，原地放凋零，小小没有什么生命危险，兽王的大招也是交给了小小，魂仔再来踩一脚，裂地沟壑也交了，裂地沟壑没沟壑到，小小终于是死了，躲了太多的技能了，又是一勾把小鹿给勾过来，但是拉大比给比拉大拉分割，女王这里手里再推一个大招，完美团有了，把盾打掉之后剃刀能往回退吗？抽弓脸上的人开了 BKB， 炼金自己现在暂时没大，两边还在继续拉扯大招，现在有了魂彩，踩三个之后呢，谜团跟队友位置有点脱节，发现兄弟们上不来，你们怎么都被踩了，谜团死了，然后剃刀打不动炼金啊，女王已经超神了，上古巨神全都买活，这边剃刀被追死了，队友不在身边啊，第一时间四人开悟，然后趁谜团没有大招找一波机会，对方的人现在也比较分散，火猫这里是发现了小小，谜团也在旁边，但是视野是燕方有优势啊，跳脸给岩羊锁，火盾没了，小小被流了，打出减速效果，谜团现在还没大，小小先倒，女王避免再找火猫麻烦，屠夫一个勾又咬住了对方的一个开启 BKB 的谜团，谜团也死了，这是一波机会，裂地沟壑也减速到了对方的一个小鹿，剃刀的 BKB 结束了，可能会被放风筝，自己之内吃到了对方的魅惑减速加上毒镖，炼金赶到反杀对方的剃刀，回头再去追一个大牛，投掷往回一丢，继续向前追，小小是买活过来支援战场的，无人能拿到一勾勾到了，配合上兽王大招，女王有机会，这是个大人头，九八三加上五六四，火猫拿到了，这里兽王能走吗？兽王应该走不了，就对于 Wolf 这边来讲，他们稳住了，老老实实等着谜团的大招，等第二个盾就应该不会出什么太大的问题，但是 Q 哈利就劣势能扳成刚才那样其实是已经很不错了，接下来感觉要靠这个火猫的，因为火猫之前他其实只能提供一个无影拳，深渊第一波又找了一波剃刀，没有机会，没有盾，不等了，直接上对啊，剃刀的话这个地方的话是没有买的，K3 刚才是接到了这个深渊之后，就中路直接跟小小打了一波配合，勾到双子塔前，屠夫勾了个怪物过来，遍地勾壑的伤害还可以，血量压下来了，明头拉了一个扩大，这边一个庆祝大，为了保护这个炼金啊，这炼金真的是好险，刚才那个位置如果被秒掉的话，局势还真说不好。宝石掉了，女王推大招让小小这里接上技能之后，女王把宝石捡回来了，但小小自己一个投掷把对方大牛给丢回来了，临死之前换了一个，其实刚才小小是有一定的失误的，他就是觉得那个屠夫肯定是勾接咬，结果这屠夫勾完了以后其实他第一就没有咬，等他的山坡用完了以后屠夫再给的咬，导致这个炼金的位置其实很危险，不过就是还是差了点输出，这个剃刀又掉了，
但是这个盾起身的位置很安全。哎呦，勾到了泉水，然后再掉的盾的话，还真不好说呀。啊，不，没有不好说吧？这个盾，已经三路了，但是就还能挽回一点这个尊严吗？小鹿是被拼掉，小鹿有买迷团的话，开了 BKB 之后呢，自己没有着急，小鹿直接买活，然后提前上，现在就是看炼金，看大哥什么时候上，大哥不上，大哥不上，兄弟们撤，兄弟们买活状况都不是特别理想，就是一个迷团和炼金自己买活，来了，但是这边人走出来那就没办法了呀。嗯，哦，炸了，攻，攻回来，水球打到，泉水没打到，哦，挺尴尬的，没办法。小小山崩一下，投掷往回一丢，把兽王丢回来。兽王这里虽然有那个海豹扑打，但是没用，迷团拉了一个大招，拉到了，拉到了，他拉到了一刀，但是这边已经扣出了GG。Oh,